Hello everyone， 我是阿 Q。OK， 那么前几天我们的首相又再度的宣布 that 我们的这个行动管制令又会再延迟多一个14天。那么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病例一直在增加，没有就是一段时间都处于在一个零的状态呢，我觉得延长是应该的，要不然你我敢出门吗？就算他解封了好，你敢出门？所以大家还是好好的留在家 ，OK。如果你觉得无聊，就去这个上一集我介绍这个狼人杀啊，去唱唱歌，过一下时间。再不然，就你可以选择在家做一点饺子，或者是做点蛋糕，好像我这样啊，上网找些食谱，然后自己做拍点影片，上上玩玩，打下游戏。真是很快过的啦。OK，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呢，对了，又是关于吃的。今天我将会教大家如何去做这个龙眼豆腐布丁。可是我是没有把它弄成豆腐的这个粒状啦，我是直接放在这个容器里面。OK， 啊，它需要准备的东西非常简单，做的过程也非常的简单。OK， 话不多说，我们去看一下需要准备些什么材料吧。Let's go。Hello， OK， 那么制作这个龙眼豆腐的材料呢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桌上这一些啦。首先我有准备了很多的这个 container 咯，等下做好过后会把它倒进这个 container 里面，然后就是要准备2000ml 的开水，还有一撮的这个香草 OK， 我已经放进去里面炖了。然后就是冰糖，大家可以选择你要冰糖还是白糖都 OK， 没有问题。过后就是豆奶一罐，龙眼一罐 ，OK， 还有这个鲜奶一罐。鲜奶我看到很多人用这个 brand 啊，总我是想试看这一个 brand， 因为那个 brand 我找不到，在非常时期我知道。过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东西，阿嘎，说这个是菜叶粉 ，OK。基本上你在那种做蛋糕店都可以找到，或者是去那种超市买也是会有的。你去超市买，他们就是直接写阿嘎包的。OK， 那么我这个是他们 cake 店自己包装出来，所以看不出，就一包样子。对，25g。OK， 那么接下来我先烧开水，然后再一步一步的给大家看我是怎样做。先把这个清水烧开一点。当我们在烧这个水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把菜叶粉倒出来，放一点温水先搅拌，给它融化的。OK， 所以我放了一点温水搅拌，先给那个菜叶粉融化的。当你菜叶粉弄好，就这样变成这样子。当开水滚的时候，我们加入这个250g 的冰糖。那如果说你要用白糖也是没有问题。这个时候记得一定要搅拌到它溶为止。搅了一下之后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加入刚刚我们已经融化了的菜叶粉，倒入锅中，搅拌搅拌再搅拌。当冰糖溶完的时候，我们就让它冷静15分钟，记得关火。OK， 那么在等待15分钟的过程呢，我们先把container排出来吧。所以我这里准备一个杯，比较方便我倒。其实我也不懂这container够放吗？应该是不够了。那么我这里是有十个正方形的。还有5个圆形的，我觉得应该是会超过了，所以我要去找多一点空间。OK，
15分钟到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一罐的鲜奶倒进去。忘了把香草拿起来，大家记得要把香草先拿起来，回脚先。OK， 香草拿出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加入了鲜奶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加我们的豆奶，加鲜奶还两天。给我们整罐的豆奶。再搅拌。OK，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。我们搅拌了过后呢，我们等它冷了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那个 container 里面了。然后记得、哦、上面的泡泡我们不要，要把它弄走。OK， 那么将那个豆腐布丁做好了，我们就把它倒进这容器里面。OK， 如果大家讲这个上面看到很多这些泡泡，记得一定要弄走。然后我们等它冷了，变成结液的状态之后，我们就放容器这边。因为我不要等它冷了过后才放，要不然要等很久。所以我就先把龙眼放进去里面，再放进冰橱。Welcome back。 那么经过三四个小时的这个冷冻之后呢，这个龙眼布丁就可以吃啦。哇，看到吗？龙眼汁还在上面那一层，话不多说，我们来试试。有我以前吃的那个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，这个就是我要的那个味道，是它的。它的 jelly 硬咬一点，但是我是更加软一点。龙眼。Took a swing at a wrecking ball and I prayed for my downfall and I found a way to reconcile. Cause in my heart it's not worthwhile. It's a bloody battlefield where sun go down on the
整体上来说它是 OK 的，不会说太甜，也不会讲太太重那个鲜奶味。这个就是我要那个刚刚好一点的淡淡的奶味，然后 有一点酸跟这个龙眼的味道，哇！如果还可以再软一点就更好。